好，那麻烦请你现在要准备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去下载。那看一下我的范例、讲义、成品都放在这里，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 点 gl 斜线 ytz r x t。这个 R 请注意，一定要大写。这个 T 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大写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就首先打开 Chrome 浏览器，打开 Chrome 浏览器，然后请在这个地方网址列这个地方，麻烦就请输入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。goo 点 gl 斜线 ytz rxt，这个 r 是大写，然后最后面这个 t 也要大写。好，不要急，不要打错就好了。所以再检查一下 http。S 冒号斜线斜线 goo 点 gl 斜线 ytz rxt，请记住这个 r 要大写，最后 t 也要大写。然后按一下 Enter 键，告诉电脑说：“哎，我做好了。”然后接下来，请你。以后，而后，请记住，就是这个密码，这个密码。好了，记住是八码哦。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数据科学概论，以 table 为例，通讯数据。然后这边有讲义、范例、成品，能不能请各位先下载成品？下载这个成品，请点它。成品观摩里面，请下载这一个叫做有线电视统计20210908-4。好，麻烦请点下载按钮。下载按钮在这里，就请点它。好，那除了这个成品啊，这个成品，等一下我们是拿它来继续讲的，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个成品呢先关掉，这个成品视窗，请你先关掉，因为它是用。开一个新的视窗，来去就是让你完成下一个动作。好，例如说下载成品观摩这件事，那关掉那个视窗不影响你刚刚的这一个，就是回到我的电脑教室这边，请你去做范例下载。所以要请点这个范例下载，不要点错喽。这边有多了一个，不是叫 example，叫行动通讯业务用量。好，那接下来请点选这个往下的箭头，这就是下载图示，一样，请点它，这样我们就有两个压缩档。